田园。这两对年轻的眷侣，不管是从形象上、实力上，其实都很出挑，谁能胜出，结果真的扑朔迷离。为了释放内心的能量，我们尝试了在水中跳舞，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特别带劲儿。我们非常珍惜和热爱这个舞台，因为这里能让我们把最喜爱的拉丁舞分享给大家。今晚我们将继续怀揣着追求卓越的精神，带来一支淋漓尽致的拉丁舞表演。这次的半决赛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他的妈妈还特意从俄罗斯赶回来为我们加油。彬彬、伯伯、国庆给我们出彩。在这次的表演中，我们设计了一个高难度动作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做到我们的最好。首先有请来自中国的唐从阳和来自俄罗斯的他雅，异国眷侣演绎杂技舞蹈。梦中人，熟悉的脸孔，你是我守候的温柔。挣扎，紧握双手，让我。
心